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训练他的体能的标准。那像伏地挺身，他的满分就要做一分钟就要做76下，76下，一分钟76下，太快。对，所以我们平常也会自己自我要求、自我训练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仰卧起坐也是60下，也是一分钟。你就知道多快。那真的，你们真的都可以做得到，玉伦可以是不是？就是我们会以这个为目标啊，满分都是通常以满分为目标。哇，所以玉伦可以哦，真的。示范要示范吗？示范，你要示范。示范，哎呦，真的假的？示范，示范，真的假的啦？真的可以。穿衣服做好像不是很好。一分钟，对啊，一分钟。六块腹肌要脱一下吧。脱衣服，全哥说脱衣服做。脱，脱，脱。安琪啊，麻烦检查一下，好。你在摸哪里啊？没有，顺势摸下去嘛。好，一分钟哦。结实啊，好结实啊。好坚硬哦，天哪！哦，来了来了。一分钟，预备备，计时开始。哇塞，哇，不用摸就很好看啦。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可以配速哦。23、24，哇，好好看，要配速了。现在速度没有变慢过哎。好厉害哦！那两个背肌好恐怖哦！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38、169、180、81、82、83、84、85、86、87、88、89、90、111、112、113、114、125、126、137、138、139、140、141、142、163、164、155、156、167、138、139、90、111、112、113、114、155、156、167、138、139、90、111、112、113、114、155、156、167、138、139、90、111、112、113、114、155、156、167、138、139、90、111、112、113
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有必要这么拼？我觉得你有点太拼了哦、喔，好帅！看到镜头发疯了、喔，你太帅了，我牙口真的是好，而且他在夹的时候背好美哦、喔，那个背超帅的，可以夹水果，新牙心动了，真的。现在有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吗？啊，有啊，谢谢，谢谢。会介意交第二个女朋友吗？可以啊，辛苦没办，辛苦辛苦辛苦，哇，太厉害了，掌声给他鼓励，这没话讲啊，这没话讲，这没话，一百下，身材好，体力又好，那你请你会几分？什么不一定，Pingo 时间有限，不会，时间呐，快点啦，强了，我们做不了那么多，他这个是太猛了。我们啊，我来，阿邦 ，K 歌计时一分钟，太快了吧？我站比较久，所以我脚有点充血，充血。暖个身，暖个身，你脚麻了你。要不要先帮你放国民健康操啊？可以吗？啊，可以。好，来计时一分钟 ，K 歌计时。还没。计时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到位了，到位了，十十一十二，不能被击，你知道吗？水瓶座不能击啊！水瓶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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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多差不多了，再多做一下就九分呢，不错了，再多做一下九分，那八分七十啊，很强哦啊，真的，他们都觉得很强了，对啊，天哪，等一下我可以去休息一下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平，其实但你脸没有红哎，你脸没有红，蛮强的，很强哎，我厉害，已经到虚的位置，脸不会红，哎，天哪，好厉害，我真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干嘛？我们看第二条了，现在看第二条，看第二条，谢谢，好，哇，好，第二条，哎，上山下海救援全部都要帮我们刚刚提到一点，真的，大家有做过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呢？全哥，哎呦，天哥真的辛苦了。像我就是比较喜欢第一线救灾，所以我是专救队，然后我是潜搜队，然后我有划龙舟，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去潜水，然后跟划船，然后我就有经历，我那时候刚好潜排拿到的时候，我就有经历那个复兴空难，哎呦，然后去负责潜水搜救，那时候刚拿到嘛，然后去就是很坦克，其实水很冰，感觉很差。其基隆河很黑，你知道吗？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下面摸，我就要摸，好像还有生还者，你知道，很激动。哇！结果抓起来是一条大鱼，然后就被那个徒手抓鱼，然后抓到一只鱼，大鱼，意外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对，就是一只，我也是那种肢体有没有，就是鱼的，然后因为它也是很大只的，所以它不太会动。啊，好，我在演鱼，你也尊重一点，你看一下嘛。哦，抓起来才知道，然后还有，不然就抓到那个学长的腿，有没有？啊，他们踢很，我好奇怪，哦，他这个动得很厉害，啊，就是学长的腿，你不要抓我。那然后真的，其实可是你们在搜救的时候都没有那种害怕，因为你腿其实是很，其实是很害怕，所以你有时候都会把它当作是那个，就是你他其实不是，啊，你摸起来就很像是，啊，其实他不是这样。哎，其实除了打火以外啊，山难搜救也是我们的工作。然后像前阵子啊，有一个人去宜兰爬山，然后他就迷路，然后失踪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去，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下分队没多久，所以我想说，山难搜救可能就是沿着路这样子爬上去，爬到山顶，然后一边搜索。然后没想到到山顶之后，我想说是不是结束了，就没有。学长说要开始往林，我们在林线上，然后往两侧往下切。哇！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装备拿出来，就是什么开山刀啊，然后。镰刀，然后这样开始一路切，一路往下切，这样子，那种其实蛮陡的，就是每一步都要很小心，不然有可能就会沉下去，就滑下去，对啊，失足就下去了。对，因为我有个影片，就是他那个草已经长得比我人还要高了。哎呦，来看一下，山难搜救，哇，这就是我们往下切，就是很斜，哇，那个草很高，那根本没路。踩空就这么大一块，怎么而且很容易会被那个扎到。哇！天哪！哇，踩空好可怕！就我自己是在搜救的时候，我自己有踩空，差一点滑下去，我赶快抓住，然后就卡在树枝那边这样。卡在树枝，那你会跟说学长救我救我，还是你就？没有，我就冷静的爬起来。啊，自己爬起来，用他平常练的那个臂力把它撑起来。对啊，对啊，谁叫他一分钟可以做100下？输了一点，硬生生就是比我多三。输了也不用这样，你输了也不用了不起，可以踩空，好酸。啊，哎，不，他们体力练那么好，不，他们身材练那么好，其实是有需要的，因为他们有那时候救援的时候，可能要，比如说抬起伤患啊，哦，对，有些可能会甚至有点重的，让你们也有办法抬吗？是，有，当然有办法，1分钟100下，怎么？你不要，你为什么那么酸啊？来宾，一百零七十下就不一定了，就可能抬不起来，100下可以。你真的是酸葡萄，对啊，谁要说说？对对对，哎，说来上林，你可以示范来扛一下，比如说伤患啊什么的，对，可以可以。要扛我吗？那伤患要先受伤才行啊。哎，好了，好了。好，先让你扛一个轻一点的，好不好？轻一点，哎呦 ，Cibo， 来来 ，Cibo 几公斤？来，可以说说看吗？50左右，50左右，那就是55，55，Cibo 来，就是有浓烟过来，你被呛昏了，这样。好，上来就把你来饰演一个昏倒的人。预备备 ，and action。真的就是昏倒了，你演戏可不可以稍微雕一下？没有铺陈啊！真的，他是学音乐，他学音乐，不是，好，不好意思，他是音乐系的，不好意思，这样可以，不是表演的，再试再试，来来来，好，原谅他啊，浓烟呛到，好，晕倒，哇要死了，哇，演的跟第一次一模一样，不能呼吸。这时候上林出现，小姐你放心，我马上过来救你了。哎呦！帅呢？好帅啊！好想被救。
要不要迎娶他？我还以为是新娘新郎在玩游戏。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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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我穿裙子。对啊，不然就你。不好，我要演。我要昏倒，我要好想演。啊，这个没有救了，这个没有救了。怎么样？怎么样？昏倒了，来来来。对，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赶快打电话给白云，打电话给白云，打给白云，对。好坏呀！不会，解决。想说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这 SOP 也是对的嘛？只要有那个不是葬仪社的，不是葬仪社。葬仪社超痛的，不行，这个不行。哎，你真的很壮哎，你很厉害哎。不好意思，如果今天是男性三万，然后有点偏重那种，你也可以。怎么办？当然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这样吗？没有在怕。原来原来得了金马奖演的也是这样，我是配他的演技啊。金马奖演技，快走吧，走吧，我马上快救你了，放心。哎呀，走吧，真的也可以吗？救他，救他，走吧，走吧，救他，真的可以吗？可以吗？好厉害哦！好厉害！哎，这个超重哎，超重哎，我真的很重哎！天哪，好辛苦！不要受伤哦！而且完全没有犹豫就扛起来了，70公斤的，好厉害哦！基本的训练就是一定要的，这样才可以把握说我们每次出勤就可以救到。训练到大概几公斤之内是可以把它扛起来，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可以做自己体重往上加。可能一两倍这样都可以。哇，一两倍是深蹲啊，哦，深蹲啦，深蹲他至少要做100多公斤。所以我们平常也是不要把自己吃太胖。对啊，要啊，真的。好，谢谢你的示范，太强。谢谢，安全感油然而生。你会不会觉得出来就到头来没有抱到新雅，好像有点损失？结束。有机会，有机会。怎么每一个都是差不多演？那个西蒙交换。好帅啊！所以消防员也是看人，看这种就是人吧。我们就看到看人，看这种就像扛一个猪肉一样。这个是新娘，这就是新娘吧？对。哎呦哇！哎呀！哎，还有那个手臂，圆梦圆梦，很有安全感。哎呦，好帅，很稳呢，很稳。连扛了三个人，连不红气不喘，真的好厉害。对啊，很厉害嘛。团觉得是安全很多，大概可以100下。你不要问，你不要问这个，没事。到底要讲几次？你好讨厌，主持人，你不是消防员？对啊，真的好久，你突然间变得好讨厌。好久。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中年综合台。同学。